Jingle Bell, Jingle Bell, Jingle All the Way 哦，是吗？你唱完它，快点唱，好可爱哦！圣诞节啊，各种节日，人生我觉得最麻烦的事情就是交换礼物。交换礼物就是一件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，可是大家还是要玩，还是爱玩，我不懂。我之前曾经一个月最高有六七场，而且你们这交换礼物，你们那个礼物都会拿回去好好收藏吗？不会啊，就拿去下一场继续换。下一场收到，但我不想要，下一场就要换出去。所以我们今天两人呢，各选了一款天堂跟地狱的礼物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两个还是要。就是介绍他，然后要让对方很想要收下这个礼物。好，那你想要先天堂先还是地狱先？啊，感觉好像应该是问候之门好了。好，你觉得天堂先还是地狱先啊？先天堂。先天堂。因为你们俩会吵架。最好那么容易吵架。这是我的天堂。这是我的天堂。好，那这一看就是知道我自己包，你看我多有爱心。哦，我昨天就叫店员帮我包，店员说不好意思，我们没有包装。你先说三个关键字。它能够带给你欢乐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你就会因为它而欢乐。然后你会因为它而更喜欢自己，你会更肯定自己。然后第三点是它自己用跟大家用的，撒回啦！就是它不是只有自己可以用的。那我的愿望啊，愿望，我愿望很多哎。回忆，惊喜，超烂的哎！这三个理由，请问一下，这任何理由不都可以这样讲吗？只属于你。认真，你可不可以把我脸变成很大的照片，然后。表框给我吧。你先眼睛闭着。为什么是我闭呀？先眼睛闭着。眼睛闭着。眼睛闭哦。闭哦。哪一招啊？快点。自己开。好，张开。张开眼睛，然后把这个掀开。好，1、2、3。你做的吗？然后打开这个，对着镜头。等一下，你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打开这个，这你早就要准备了，是不是？打开这个，对着镜头。3、2、1。你什么时候做的？昨天。你昨天做的？你昨天不是哪有时间？4个小时。你把因为我本身非常爱名侦探柯南，然后这边有所有每一集的那个，然后这都可以。等一下，不可以开。它是按照顺序的，其实它是倒数的盒子。那你我就没有，我上面就没有标数字哦。原因是你应该知道吧？第一集是哪一个？就是引爆摩天楼啊。那你打开。打开为什么？宝贝主动起床券一次。因为我跟阿凯交往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自己主动起床过。好可爱，这也太那我不要开我的，我不要开我的，我现在。他刚刚上一秒说什么？超烂的哎！这三个理由，请问一下，这任何理由不都可以这样讲吗？那第二个是什么？打开。第二个是，是糖果哎。第三个是。我要当你永远的老公。这张呢是阿凯在我第一年生日的时候写给我的卡片，所以我才说这当中包含了回忆。宝贝主动洗衣服券一次。我知道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是我们去参加一个电影，然后那电影在讲一对男同志情侣，然后到后来他们很长久的生活，那他们的心目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港币。香港的回忆。这是我们香港的回忆。你超用心的哎，你哪有时间去做这个小盒子啊？宝贝主动搔痒痒卷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宝贝主动搔痒痒卷，就是阿凯只要说帮我抓痒，我就要帮他抓痒。这很重要，这个我要你要抓，因为他每次都叫我帮他抓背，然后都不帮我抓背。这是我们刚见面第一个手环，超像蚯蚓的。你后来有发现他超像蚯蚓的吗？我送给阿凯的第一个手环，我们两个人一个有一个。这是往那个我们民权音乐会王彩华丢下来，很像释迦牟尼佛头套那个的戒指。你好用心哦！是我们第一次主持活动的时候的那个。对，也代表我们两个。难怪我想说，为什么我们家昨天变得很干净，也代表我们两个，也代表我们两个都是佛光青年。宝贝主动睡觉券一次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因为我都不喜欢睡觉啊，阿凯都会说你赶紧睡觉，而且我不要，我要玩跑跑江湖。我们两个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的那个。男生嗨嗨。是我妈折给你保佑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对，这代表就是阿凯的妈妈，然后都会把我放在心上。这个是彩虹的花，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好朋友折给我们的。对，它是彩虹玫瑰花，用彩虹，他用彩虹缎带折出来的哦。宝贝主动倒垃圾券一次，这个。因为现在我们家垃圾都是阿凯倒的。七七的毛。是七七的毛。因为呢，就是我们一起的小孩。幸好不是你的一毛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去郊区拍戏的时候的那个早餐券，为什么是美金啊？不是美金，你看仔细，你都不会看上面写的字，杠五港币，不是港币，是什么？是泰铢。为什么？我许愿想要跟你去泰国，不然把机票先买好了，要一起直接塞里面啊。
然后打开，哇，泰国机票哎，四天三夜，没有那么多钱呐、啊。那你再开这一个、啊，那我们都好好。你要开最后一个就开最后一个啊。戒指吗？快点打开。我想跟老公每年一起看。这一集，不是这一集，还是三周年那一集吗？嗯、好啦，谢谢你。我真的做这个做到腰酸背痛、欸。你真的要么不做，要么就是。因为这个一个盒子就要做单独做，总共我做了24个盒子。那我礼物，我圣诞节的天天蛋给你。完蛋，应该知道羞愧了。好啦，那你真的很好、啊，那礼物就还我，这边是我的。好，那我要开啊开啊你。直接打开就好，那是装饰品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因为你洗澡不是说刘海会碰到头吗？这是什么？你要带着它，就是。我做那个做那么辛苦，我得到这是什么公鸡是不是？它是红鹤，所以你这一集都要带着它。我跟你讲，我送你，你现在是觉得礼物不对的，所以非常不开心，是不是？好啦，我们来看地狱礼物。这是我的地狱礼物，快点呐！我们现在不认真在做过节，我们现在在上节目了，你快点，你先，怎么会变这样子？可以帮你加油打气。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可以加油。还是我们先录到这里就好。我的第一次啊，好可爱哦！是，抽抽啦！我以后不要跟你玩交换礼物的游戏了啦。我这个多好玩啊！你要先玩吗？你拿你的吹给他干嘛？哎，干嘛？这是我的礼物哎！这个有40个，所以你有40个礼物哎！一个我的天！交换礼物呢？今天就是我们示范的，就是大家就是好好的去筛选礼物，不然如果就是对方其实很仔细，完整准备礼物只有筛选才可以。你不要那么那个。对，然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礼物，就谢谢他按照我这么想喜欢的心意，然后做了这么多很棒的东西。然后我们这里呢，也有就是我们两个人要给我们后置们的礼物，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，他们感觉好像什么都不缺，可是我昨天看他们的一些 IG 啊跟动态，发现缺一个人，好像有一个需要一些不同色系的口红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等一下，你送给。我圣诞节才会送他、啊。我想要红鹤，那我送给你哦。不是，太夸张了吧？你有看到这两个之间的差别？好了，卡，我们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唇膏。我真的做很久。没事，没事啦，对。没事啦。
我们圣诞节那天期待一下。对啊，而且你这一集大家看到你做这么多，你的形象就会大提升呢。不是，我这样说了吧？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要送什么，然后前天在滑 D 卡的时候看到有人做这个，然后昨天阿凯去学校的时候，我就好吧，那我来做这个好了。然后我就花了4-5个小时把它做出来了。有，很棒，我很喜欢，真的。那你送他有什么东西？他其实也蛮实用的嘛。那我就送你妈啦。我妈应该不用吧？你妈都会用浴帽啊。可是这样差别差太多了吧？啊，因为他的礼物我就还没给他，你们不要在旁边给我煽风点火。